十二出外求财求事如意，十三经商大吉利，十四来人吉道，十五行周风平大吉，十六宜居可庆，十七施物月光在，十八求雨月末吉道，十九观世破财求贵人解，二十六处兴盛，二十一耕作有收，二十二住室门庭兴旺，二十三坟墓可得瑞气，二十四讨海有大财，二十五坐温有望，二十六余苗月光好，二十七月令好，二十八寻人快遇，二十九远信迟到。古人卢龙王次子昭清，赵子龙救阿斗，三国赵云，字子龙，常山人，初一袁绍，后从刘先主。时曹操欲下江南，先攻先主于深野，先主走樊城，复败于当阳，家人失死。云于土墙下遇糜夫人，夫人将子阿斗托云，云将马受夫人，夫人不肯受，投井而死。云哭埋臂，怀抱阿斗，杀出重围。卢有作卢家，家，家，零五零零五第五千甲申 XOXO 属水立东，宜其北方。诗曰：至恐前途命有变，劝君坐即可宜先，且守长江无大事，命逢太白守身边。命名太白金星神。解曰：零一凡事呆时机，零二做事颠倒，前凶后吉，零三家事有贵人团圆，零四家运先被邪，后吉祥，零五婚姻多口舌，不吉，零六求而不佳，零七六甲头胎生女次生男，先女后女，零八求财以待时来，不吉，零九功名必遇房角，十岁君平安，十一治病月光遇暗不吉，十二出外下半年好，十三经商先利，后遇贵人，十四来人迟后到，十五行周出外有风波灾，十六宜居不好，十七失物警寻在，迟吉无，十八求与朝夕吉有，十九官事宜和脱位，被官妻后完名，二十六处不祥，二十一耕作内有不足，二十二住室不吉，二十三坟墓先平后的家气，二十四讨海邪病先轻后好，二十五坐温先难后得，二十六余苗先无后有，二十七月令淡淡，二十八寻人呆慢，二十九远信必阻迟滞。古人王翦战元达，韩文公过秦岭遇霜雪冻，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唐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是文公因见迎佛骨，独怒天子，贬至潮州刺史，途经蓝关，大雪封山，韩叹皇上不杀我，
皇天王我矣。有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家家家零六零零六第六千甲戌 OXOOO 属火立下，移其南方。诗曰：风云至雨落洋洋，天灾时气必有伤。命内此事难和合，更逢一族出外乡。解曰：零一凡事呆望，零二做事不成局，零三家事家庭相争，零四家运有怪必防，零五婚姻不宜，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男高贵晚投之，零八求财空有，零九功名难忘，十岁君破财，二十七月令不及，十一治病邪作病显不及，十二出外无贵人，十三经商财本耗散，十四来人月光即到，十五行舟不好，十六宜居且慢，十七失物运如此，路难逢，十八求雨不到则久，十九官事了钱脱位，二十六处不佳，二十一耕作无收，二十二注事犯凶星，二十三坟墓的运不佳，二十四讨海邪祟不利，二十五坐温失利，二十六鱼苗失利了钱，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迟遇，二十九远信无望。古人：乌金乱宋朝乌有作鸟，乌金或指乌林圣母，她是东晋时杀甲使君之女，秀才甚郎，骄矜所变，入赘甲府，甲女亦变娇，生三子，两子被许真君斩，余子修成囚笼，转世秦桧。乌林圣母欲报杀子之仇，何物竹何作灭宋？见岳飞传。清前采者，一年七月七十九分之三，刘志远战瓜津，刘志远投军，刘志远与妻李三娘居旧家，旧贤其平，哄志远往瓜园，欲给二瓜津吃掉。志远夜持枪，战瓜津走入地，掘开剑剑，时知慈妻投军，后得天下。家家家零七零零七第七千乙丑 OOXXOX 属火立夏，移其南方。属金立秋，移其西方。诗曰：云开月处正分明，不须进退问前程，婚姻皆由天注定，和和清吉万事成。正见问相。解曰：零一凡事后成，零二做事月光成，零三家事冒险平安，零四家运渐渐平安，零五婚姻月光成，暗不成，零六求而好，零七六甲定必生女，零八求财有成，零九功名少有成，老吴十岁君好，十一治病女平，男晚好，少显老不畏，十二出外满路异乡，十三经商成者大吉，十四来人月中道，十五行舟须当先防，
十六宜居不及。十七施物月光在，月暗无。十八求雨出无，月未有。十九官事破财，顽局。二十六畜兴旺。二十一耕作有收。二十二注事月中好。二十三坟墓地势甚美。二十四讨海河合吉，不合凶。二十五坐温虚防风水。二十六余苗月中吉。二十七月令淡淡。二十八寻人月中遇。二十九远信可喜。古人国公按茶白袍将国茶友作包访，尉迟恭挂帅。家家家零八零零八第八千乙卯 OXXXOX 属水立东，宜其北方。诗曰：河道看看结成丸，此事必定两相全。回到家中宽心坐，妻儿鼓舞乐团圆。勿复。解曰：零一凡事合者得，不合失。零二做事先难后心。零三家事尽一团美。零四家运平安。零五婚姻成大吉，两全其美。零六求儿吉。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下半年好，家利。零九功名二次得进，十岁君和妻。十一治病少不畏，老不好。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有利必得。十四来人速到。十五行周的财。十六宜居大吉。十七施物速寻必在。十八求与月尾吉有。十九官事二次完明了财。二十六处大吉。二十一耕作下半年有收成。二十二住事居中，古园故美。二十三坟墓的运有和。二十四讨海好。二十五坐温允收。二十六余苗大利。二十七月令破财，下年不畏。何其。二十八寻人素质。二十九远信素质。古人薛仁贵回家。唐朝时代，薛仁贵征东，得胜回朝，封王而归家。当时秋江冷，雁南飞，红叶凋谢，人喜寒衣。此秋天冷落之景象。诸病回家，家家家零九。零零九第九千乙巳 XXXOOO 属火立下，宜其南方。诗曰：龙虎相随在深山，君尔何须背后看，不知此去相爱于，他日与我却无干，余有作于。解曰：零一凡事谨慎，零二做事守己安分，零三家事无有忌讳，零四家运有邪难安，零五婚姻不可，零六求儿切要不可，零七六甲子袭虚，零八求财无益，零九功名不取，十岁君不及，十一治病运生危险，迎辰日过不畏。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伤了钱。十四来人未日半月到。
十五行周不美，十六宜居不佳，十七失物难寻，十八求与上位自有，十九官事不可破财，二十六处不可纳，二十一耕作无收乐功，二十二注事且慢也可，二十三坟墓地势适当，二十四讨海有犯邪祟，二十五作温乐功十本，二十六余苗了钱，二十七月令破财有口舌，二十八寻人见回，二十九远信无望。古人：龙虎争斗，龙虎相会，家家家。十零一零第十千一位 XXOXXX 属金立秋，宜其西方。诗曰：花开结子一半枯，可惜今年汝虚度，渐渐日落西山去，劝君不用向前途。解曰：零一凡事脱尾，难解难脱，零二做事难成，零三家事恐防短寿，零四家运难安，零五婚姻不可难成，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子席难得，零八求财上半年空破财，九月过不畏，零九功名枉费难得，十岁君不顺，十一治病月半安，月尾死，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不好了钱，十四来人月底间，十五行周谨慎无害，十六宜居不允，十七失物难寻，十八求与朝夕即到，十九官事大了钱不好，二十六处不及，二十一耕作五分平平，二十二注事有灾星，二十三坟墓的犯退败必迁，二十四讨海全无不好，二十五作温无望失本，二十六余苗得失，零二七月令难通，二十八寻人月尾回，二十九远信难至。古人：岳飞略秦桧，岳飞本为大鹏转世，秦桧本为铁背囚龙转世，习大鹏认出囚龙人妖精，故着囚龙左眼血流披面，眼瞎逃入黄河，后囚龙转世为秦桧，报此前仇，见岳飞传清前采者，一年七月七十九分之三，奉迎受灾，家家家。十一零一一十一千已有 XOXXOX 属水立冬，宜其北方。诗曰：灵机渐渐渐分明，凡事且看子丑寅，云开月出照天下，郎君即便见太平。解曰：零一凡事做不合，子前安，零二做事子丑寅日必成，零三家事平好，零四家运渐渐的居春风，零五婚姻忠诚，零六求而不可，可也，零七六甲先难，贵气子席缺，零八求财渐渐有收
零九公民废了公。八月好，十岁君顺吉。十一治病大命不好，子丑寅日过不畏。十二出外子丑寅日可行。十三经商不利。十四来人近日到。十五行周不可。十六宜居平安，子丑寅日抽好。十七失物子丑寅日寻在。十八求与尽有。十九官事有人合集，三月完局。二十六处可纳。二十一耕作半收。二十二住事好。二十三坟墓平平。二十四讨海前呆后为。二十五作温小收为利。二十六鱼苗小利。二十七月令不畏。二十八寻人牛虎日。二十九远信牛虎日。古人。韩文公过秦岭乡子扫霜雪。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唐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是文公。因见迎佛骨。独怒天子。贬至潮州刺史。途经蓝关。大雪封山。韩叹皇上不杀我。皇天亡我矣。有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湘子八仙之一曰。叔父修经。解下佩剑一指。路上大雪融化。给韩愈开路。高俅杨戬。全。家。家。家。十二。零一二十二千一害 XOXO 属火立下。移其南方。诗曰。长江风浪渐渐近。于今得尽可安宁。必有贵人相扶助。凶事托出见太平。解曰：零一凡事月光好，零二做事进行有力，零三家事光耀门闾，零四家运健安，零五婚姻可合成者吉，零六求而吉，零七六甲仙男高贵，零八求财好运得意，零九功名难得。十岁君顺吉，十一治病月光好，老不全。十二出外有贵人扶，十三经商大吉，十四来人近日到，十五行周大吉，十六宜居平正，十七失物吉寻在，迟难寻，十八求与远。十九官事了钱，求贵人托。二十六处可纳。二十一耕作平平。二十二住事慢即可。二十三坟墓地势有何。二十四讨海为利后有。二十五作温建的如意。二十六鱼苗中有利。二十七月令破财不遂。二十八寻人近日。二十九远信速至。古人。致远战瓜金，刘致远战瓜金。刘致远投军。刘致远与妻李三娘居旧家。旧贤其平。哄致远往瓜园。欲给二瓜金吃掉。致远夜持枪。战瓜金走入地。掘开渐渐。时知慈妻投军。后得天下。桃花女流物太岁。家。家。家。十三。
零一三十三千丙子 XXOOO 属水立冬，宜其北方。诗曰：命重正逢罗备关，用尽心机总未休，作福问神难得过，恰是行舟上高滩，罗备凶星，高滩搁浅。解曰：零一凡事不及，零二做事先难后心，零三家事门庭起风波，零四家运人不安，邪作祟，零五婚姻难和，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临产危险，零八求财犯活鬼，下年无，零九功名废功，望后的尽，十岁君淡淡，凶事不美，十一治病犯太岁必死，畏不畏，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失运，十四来人难忘，十五行舟不顺，失利，十六移居不可，十七失物钱难寻，未日半月载，十八求雨近日无，十九官事大呆，二十六处不及，二十一耕作小收不利，二十二注事犯灾星，二十三坟墓地势不及，二十四讨海不好，五财失利，二十五坐温房风水失亏本，二十六余苗待机可以，二十七月令正月至六月止，二十八寻人难免忘，二十九远幸因袭于臣，古人称杜伯行周遇太岁，三藏被红孩儿烧，唐三藏及猪八戒被红孩儿捉去，要真吃唐僧肉，寿延千计，孙悟空救师不果，唐三藏九死一生，最后才得观音解围。家家家十四零一四十四千丙寅 OXXXOO 属火立下，宜其南方。诗曰：财中渐渐渐分明，花开花谢节自成，宽心且看月中贵，郎君即便见太平。解曰：零一凡事大吉，零二做事决意成功，零三家事光前裕后可喜，零四家运平安，零五婚姻成好，零六求而平正，零七六甲先男后女富贵，零八求财月光净，见案少，零九功名可喜，十岁君中和，十一治病险，月光过不畏，十二出外不可，必得贵人，十三经商见得，十四来人月尾到，十五行舟月圆过大吉，十六宜居吉不可，十七失物西方寻，月光在，月暗无，十八求雨月半无，月尾有，十九官事破财后完明，二十六处大吉，二十一耕作早晚有收成，二十二注事子孙永发其昌，二十三坟墓得其地后大吉，二十四讨海月光过大吉，二十五坐温先为后有大利，二十六余苗大利，二十七月令头破钱
后如意。二十八旬人月中至，二十九远性素至。古人桃园三结义，大丈夫关公以四海为家，何患乎吾无兄弟。入桃园，睹两人其意，请问英雄何处？熊头头，朗曰张飞，冒堂堂，温言刘备，出身头的金冯主，须待晚天河水来荡涤，成灾龙虎风云会，宰牛马昭告天地，结义匡扶汉室。曹操赐云翔马袍赠金银，加加加十五零一五十五千丙辰 OOXOOX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八十原来是太公，看看晚景遇文王，目下景是休相问，劝君且守待运通。木有作乐。解曰：零一凡事大破财，求解和。零二做事难成。零三家事平平。零四家运平平。零五婚姻配偶慢成。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仙女后男，仙男后女。零八求财晚即发。零九功名难就。十岁君先平后急。十一治病求平安。十日险。十二出外慢日可行。十三经商见且后时。十四来人月尾有。十五行舟不如意，有事。十六宜居呆时。十七失物谨寻得，持者无。十八求雨不日到。十九官事不及，求贵人和。二十六处见且退步。二十一耕作无收。二十二注事见且退步。二十三坟墓迟必发。二十四讨海无才和者急。二十五作温无望。二十六余苗且守慢至。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旬人不可及。二十九远性迟延。古人渭水河太公钓鱼，周江上，字子牙，吉人，先世风雨旅，亦曰吕望，必骤乱居东海之滨，钓鱼盘溪渭水。文王闻其贤，聘为师丞相。其十年八十，后周伐纣，灭商兴周。武王称曰上父，封其子丁公于齐。武即挑柴打死人。武即御师。武即御师。武即本是樵夫。姜子牙钓鱼盘溪，二人相遇。见子牙用直钩钓鱼大笑。子牙看武即气息断曰：今日入城打死人。武即怒别。单柴入城。误触王相致死。文王化帝未劳。武即后被赞事。照顾老母至秋后正法。老母令其找姜子牙求救。太公收其为徒。授兵法。又令其挖坑施咒破解先天术。秋后不见武即服刑。文王掩先天术，以为武即已畏罪杀。后文王碰见武即。武即引文王见姜太公，受封武德将军。
师徒二人为文王效力，故始建于《封神榜》。加，加，加，十六。零一六十六千丙午 OOXXO 属水立东，移其北方。诗曰：不须作福不须求，用尽心机总未休。阳世不知阴世事，法官如奴不自由。解曰：零一凡事恐防风波灾，零二做事退步，零三家事恐防有变，零四家运阴邪，求神解决。零五婚姻不和，有鬼作怪。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先男后女，子袭虚。零八求财春夏好秋冬呆。零九功名难得。十岁君浮沉。十一治病必危，有因功作祟，未日半月过不畏。十二出外防险。十三经商难救了钱。十四来人迟慢。十五行舟不如意惹失。十六宜居不可。十七失物难寻，未日半月在。十八求雨不日到。十九观事谨防行事。二十六处不可纳。二十一耕作无收。二十二住事不可。二十三坟墓地势不佳。二十四讨海有阴鬼难得。二十五坐温难如意，要忍耐。二十六余苗失利难如意。二十七月令了钱。二十八寻人迟慢。二十九远信必有失音。古人李世民游的府。唐太宗李世民因金河鬼龙投宿世民，曾许诺救他而没救，阎王召世民下幽冥对岸，由于鬼门关有入无出，需经过十殿至轮转，超生跪道门而回阳，时历三昼夜，王公已把市民入关，后破关救出市民。太宗有感恶报之惨，于是大赦天下，四百死囚离狱，三千怨女出宫。故始建于《西游记》十一回。加，加，加，十七。零一七十七千丙申 OOXXO 属火立下，移其南方。诗曰：旧恨重重未改为，家中祸患不临身，须当谨防宜作福。龙蛇交汇的和合，捕获物，连上具当作椅的香。解曰：零一凡事人害景，何无事？零二做事先难后易，零三家事何为贵？零四家运居之则安，零五婚姻大吉，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勤俭必得，零九功名修阴德必终，十岁君淡淡，十一治病求神庇佑，成未日半月过监狱，十二出外成四日则可，十三经商平平，十四来人成未日半月到。十五行舟平平财轻。十六宜居随意不可。十七失物成四日在难寻。十八求雨出出到位
不明其意。十九官是何位贵？不合凶。二十六处纳者不可。二十一根坐平平，少立。二十二柱是有犯阴邪。二十三坟墓平平，小吉。二十四讨海为利运不成。二十五坐温运不合，求小利。二十六余苗为利。二十七月令不畏，渐渐平安。二十八寻人呆时，二十九远性慢。古人将上位补及凶事，庄子破关，庄子弑妻，周朝，姓庄名周，字子修，宋国蒙邑人，是周魏妻元立。庄子假死弑妻，其妻田氏守孝。七天后有一楚国王孙公子到访，自称庄子之徒，愿执百日之丧。田氏爱公子俊美，不足念日成婚。公子较心疼，曰：脑髓人心可治。田氏往批庄子官以取脑髓人心。庄子破关而出，后田氏羞愧自杀。薛公大闹花灯，爹死太子，今死甚嫁。家家家。十八零一八十八千丙戌 XOXO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君问中间此言因，看看路马拱前程。若得贵人多的利，和和自有两分明。解曰：零一凡事忍耐求和，零二做事贵人利，和其成。零三家事圆满进财，零四家运瑞气盈庭，零五婚姻大吉，零六求儿月光好，月暗平。零七六甲仙男，零八求财不多，万金万贯连的。零九功名有望，十岁君的利，十一治病痊愈，十二出外有贵人提携，十三经商大进利市，十四来人月光道，十五行舟的财，十六宜居大吉，十七失物月光在，十八求雨不日即到。十九官事素和公判，二十六处可好，二十一耕作有收，二十二柱是祥气盈庭，二十三坟墓福人必得福地，二十四讨海合者得大财，二十五坐温获利三倍，二十六余苗大利，二十七月令平安吉庆。二十八寻人在，二十九远姓加因素报。古人杨管醉欲同坐马，秦叔宝救李渊搬家。家家家。十九零一九十九千丁丑 XOXXXO 属水立冬，宜其北方。诗曰：富贵由命天注定，心高必然误君旗，不然且回依旧路，云开月出自分明。解曰：零一凡事被人害，李纨、钟鸣。零二做事月光好，零三家事和而贵，饭香客望神佛。零四家运不佳，可祝平安。零五婚姻不成，由天注定。零六求儿慢一步，
零七六假仙女后男的贵作福出灵儿，零八求财手机而作，零九功名难得，十岁君照旧，十一治病险，月光好，若暗不遇，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难如意，守呆时，十四来人月头到，十五行周平平，十六宜居可，十七失物月光在，暗难寻，十八求雨未有，十九官事命运犯行相克，脱位，二十六处不可，二十一耕作不可依旧，二十二注事不可，二十三坟墓旧坟众星，二十四讨海运为不逢时，二十五坐温守运星亦亏本，二十六余苗应月明，二十七月令贵后，二十八寻人暂呆，二十九远性将近就至，古人红孩儿截住鹿头，范丹七未出生杀九夫，家家家二十零二零二十千丁卯 XOXXO 属火立夏，宜其南方。诗曰：前途功名未得意，只恐命内有交家，两家必定防损失，劝君且退莫资接。解曰：零一凡事了钱，脱位不合，零二做事无成，零三家事恐生业务，零四家运房邪怪作之灾，零五婚姻难合，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临产危险，零八求财不得，零九功名科运无，难尽终，十岁君坎坷，十一治病大命险，未日半月好，十二出外无运不可，十三经商不救，十四来人未日半月到，十五行周失利，十六宜居不可，十七失物不得了功，十八求雨无，十九官事脱尾破财，二十六处不合，二十一耕作难收，二十二注事不得完美，二十三坟墓不可葬的不合，二十四讨海有因工作碎，二十五坐温命运蹉跎无望，二十六余苗失了资本，二十七月令因邪作病难遂，二十八寻人延缓，二十九远性阴性沉默。古人孙悟空大难火灾，火有作水，孙悟空大闹天宫，火行不畏，八卦炉不困，后给佛祖压于五指山下，恶贯满行身受困，五百年后才遇唐僧解救，薛丁山者飞刀，家家家二十一零二一二一千丁四 XOOOO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十方佛法有灵通，大难祸患不相同，红日当空常照耀，还有贵人到家堂。解曰：零一凡事贵人扶持，零二做事合大吉散得失，零三家事门庭可攻可贺，零四家运必得吉昌，零五婚姻难成，
零六求而好，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先无后有，零九功名望后科，十岁君中和，十一治病大命显，贵人福，十二出外缓有贵人，十三经商先难后急，十四来人立即到，十五行周无大利，十六宜居是宜大吉，十七失物可载，八求缓道，十九官事为殃，有贵人托，二十六处纳之可喜，二十一耕作平平晚收，二十二注事必有余庆，二十三坟墓显玉后坤，二十四讨海先为后有大利，二十五作温有利可得，二十六余苗蔓则有财，二十七月令平后有贵人吉，二十八旬人在，二十九远信素质有喜，古人朱寿昌寻母在长亭，朱寿昌辞官寻母，朱寿昌字康叔，宋朝天长人，母刘氏妾，被岁后改嫁，朱于熙宁1068-1077初，弃官寻母曰：不见母面事不复孩，至同州竟无意中见母，刘氏已七十多岁，分离五十年，家家家二十二零二二二二千丁未 XXXOOX 属水立东宜其北方。诗曰：太公家业八十成，月出光辉四海明，命内自然逢大吉，茅屋中间百事亨。解曰：零一凡事先呆的贵人吉，零二做事先呆后吉，零三家事门庭吉庆，零四家运安居春风，零五婚姻和和，零六求而平正，零七六甲申男子袭虚，零八求财先为后进，零九功名晚可有进，十岁君顺利，十一治病老不畏少不好，十二出外平平有贵人提携的利，十三经商有利益，十四来人月光道，十五行周晚运可通，十六宜居好，十七失物月光在，月暗无，十八求与上下闲，十九官事和和好，贵人了钱玩局，二十六处纳有利，二十一耕作运好，二十二注事百事吉庆，二十三坟墓有余玉灾，二十四讨海鲜无后利，二十五作温婉者大利，二十六余苗有利可得，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旬人慢至，二十九远信阴性慢至，古人周文王为姜太公拖车，周文王夜梦飞熊，长翼之虎，出贤士之兆，文王求贤出溪头，不见贤人只见沟，文王回宫传指令百官留殿斋戒三日，第四日沐浴更衣，出往盘溪迎姜子牙，道号飞熊，数里前文王下马步行，拜子牙为丞相，
后文王陈馀子牙乘马回朝，故使见封神榜，拖车一事未见。加加加二十三零二三二三千丁酉 OOXOXX 属火立下，移其南方。诗曰：欲去长江水阔茫，前途未遂运未通。如今丝纶常在手，只恐与水不相逢。解曰：零一凡事不可做，何者急？零二做事迟缓，零三家事门庭失运了钱，零四家运崎岖不顺，零五婚姻大吉，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申男子戌仙女后男，零八求财先失运后有利，零九功名无望，十岁均顺利，十一治病了钱，未过见好，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颠倒，十四来人未日半月到，十五行舟运途不佳，十六宜居不佳等待，十七失物寻不见，十八求与上下闲，十九官事委甚急了钱玩局，二十六处不可纳，二十一耕作不合时运为利，二十二注事不可且慢，二十三坟墓的气不佳，二十四讨海运途不佳，二十五做温房于师求为利，二十六余苗后日可得小利，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患，二十九远信阴性无道。古人周玉解可遇陈春生，姜子牙送范卫五级演卦。加加加二十四零二四二四千丁亥 XXXXOX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月出光辉四海明，前途路未见太平，浮云扫退终无事，可保祸患不临身。解曰：零一凡事仅和平了前功，零二做事月光即成，零三家事大进圆满，零四家运平安，零五婚姻和和，零六求而好，零七六甲仙男仙女后男，零八求财少有，零九功名显荣祖宗恐有变，十岁君中和，十一治病因邪祟求神安，十二出外先少利后可得，十三经商无力，十四来人月光道，十五行舟财轻平平，十六宜居后即可以，十七失物月光在月暗无，十八求与未有，十九官事冒险有贵人好，二十六处可纳，二十一耕作平正，二十二注事见且后待日期，二十三坟墓后大吉，二十四讨海无大财因作祟，二十五做温途中防水为利，二十六余苗先为后有，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可回，二十九远信家因素至。古人情书保旧李渊，
孟良娇赞旧宗保。家家家。二十五零二五二五千戊子 XOOXX 属火立下，宜其南方。诗曰：总是前途莫辛劳，求神问圣往事多，但看鸡犬日过后，不须做服事如何。解曰：零一凡事做可做，何者急？零二做事慢成，零三家事平平，零四家运宅舍难居，零五婚姻不好难成，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假谢良愿，求神佛，零八求财为利不及，零九功名未就，十岁君中和，十一治病运生，有虚不畏，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兴业差，就业平，十四来人虚日到，十五行周财轻为利，十六宜居且慢，十七失物己丑卯虚日在，十八求与甲子乙丑日不久，十九官事宜和，必受灾殃，二十六处不可，二十一耕作只收半，二十二注事不美，成者安，二十三坟墓地势不合，二十四讨海合者好，不合呆，二十五坐温只求为利，二十六余苗小利，二十七月令下半年平安，二十八寻人慢至，二十九远信阴性迟延。古人奉教观音安问千中间沉寂，胡奉教观音四行相求禅。家家家。二十六零二六二六千戊寅 XOXXOX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选出牡丹第一枝，劝君者取莫迟疑，世间若问相知处，万事逢春正及时。解曰：零一凡事春及冬呆，零二做事春天可成，零三家事绵绵其美，零四家运安居春风，零五婚姻成者好，零六求而平平，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财源广进，零九功名朱衣点头及第，十岁君顺吉，十一治病平安，复计十一月难能十二月，老为少安，十二出外平安有，春满载，十三经商逢春发无穷，十四来人月光道，十五行周财力平平，十六宜居平安，十七失物在东方，景寻在，十八求雨必到，十九官事必和必胜，二十六处可纳，二十一耕作早冬好，夏冬呆，二十二注事逢春大吉，二十三坟墓真龙正穴，二十四讨海春有冬无，二十五坐温逢春利外为利，二十六余苗三月及四月小吉，二十七月令不遂，逢春如意，二十八寻人月前的回，二十九远信源源而来。古人范丹喜遇遇贤妻，薛丁山破收飞刀。家家家。二十七
02727千戊辰OOOXOO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诗曰：君耳宽心且自由，门庭清吉家无忧，财宝自然终吉利，凡事无伤不用求。解曰：零一凡事有财运成，不畏。零二做事成功。零三家事团圆且喜。零四家运可得兴旺。零五婚姻大吉。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天的弄璋之喜。零八求财先亲后得。零九功名晚到。十岁君淡淡未安。十一治病的安。十二出外先呆后好。十三经商或如意后大利。十四来人难在。十五行周先平安后大进。十六宜居慢吉吉。十七失物自回。十八求与上未有。十九官事有贵人平安。二十六处兴旺。二十一耕作早冬为晚冬好。二十二注事喜的瑞气盈门。二十三坟墓的运大进意。二十四讨海鲜无后有。二十五坐温免介意有利得。二十六鱼苗先为后有。二十七月令平安。二十八寻人不见难寻。二十九远姓家因素至古人胡完旧文氏母女崔文德清胡凤娇家家家。二十八零二八二八千戊五 XXOOXX 属火立夏宜其南方。诗曰：于今莫作此当时。虎落平阳被犬欺。世间凡事何难定。千山万水也迟疑。解曰：零一凡事后成疾。零二做事难成。零三家事恐防大害。零四家运人作怪。恐风波。零五婚姻不吉，女带杀气。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戌房难产。零八求财不得。零九功名无。十岁君平平。十一治病运犯邪。被邪欺。盈虚日过不畏。十二出外被人欺。十三经商呆人欺。难如意。十四来人难在。十五行周无利可得。乐财帛。十六宜居大不好。十七失物难寻。十八求雨不日到。十九官事被官欺。大了钱。二十六处不安。二十一耕作半收。二十二注事不可。犯杀。二十三坟墓犯六十年。谨宜。二十四讨海无利可得。二十五坐温客口舌。忍耐好。二十六鱼苗不利。二十七月令酒不畏。防人欺。二十八寻人难得。二十九远姓于陈消息。古人李存孝打虎。时存孝欲李克用收为义子。家家家。二十九零二九二九千戊申 XXOOXO 属土历年。
四方皆宜。诗曰：枯木可惜未逢春，如今反在暗中葬。宽心且守风霜退，还君依旧坐乾坤。未逢春逢春时，反且反还。解曰：零一凡事呆时，零二做事难成，零三家事平安，零四家运和家兴旺运至，零五婚姻平平，零六求而不及，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兴业差，就业平，零九功名不就，十岁君平正，十一治病运暗，逢春出运老凶，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需守安命不可，十四来人未日半月到，十五行舟无利可得，十六宜居不及，十七失物缘寻必在，十八求与酒不至，十九官事脱位，二十六处不可，二十一耕作无力半收，二十二注事见呆开春，二十三坟墓的运后必发，二十四讨海依旧急，心不利，二十五坐温反元运，暗无力，二十六余苗春有力，夏失时，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行人呆，二十九远性阴性素质，古人古城会关公斩蔡阳，加加加三十零三零三十千戊戌 XXXOXO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诗曰：渐渐看此月中和，过后须防未得高，改变颜色前途去，凡事必定见重劳。解曰：零一凡事了钱，甚不好，零二做事难成，零三家事门有险，了钱灾，零四家运了钱难安，零五婚姻不成，零六求而不可，且慢，零七六甲空运，勿躁，零八求财无力，零九功名不成难进，十岁君不遂，十一治病险，半月不愈重，十二出外不可出，十三经商经营不就，十四来人月光到，十五行舟了功了本，十六宜居不可，十七失物难寻，十八求与酒不至，十九官事枉费了钱，二十六处不佳，二十一耕作了功后半年好，二十二注事不安，二十三坟墓的气不佳，二十四讨海了功无力，二十五坐温枉费徒劳失利，二十六余苗无望，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行人见回，二十九远性阴性有变，古人诸葛过世山，薛丁山三顷繁梨花，加加加三十一零三一三一千己丑 OXOXOX 属火立夏宜其南方。诗曰：绿柳苍苍震荡时，任君此去坐乾坤，花果结实无残屑，福禄自有庆家门。解曰：
零一凡事得利，零二做事成功，零三家事瓜蝶绵绵，零四家运事事兴旺，零五婚姻好结尾，零六求儿好，零七六甲仙女后男生男，零八求财用心己有，春拜好，在家好，零九功名差人来报喜，十岁君大吉，十一治病喜遇良医，十二出外大吉可进，十三经商大发资财，十四来人立即到，十五行周财发万金，十六宜居是其所哉，十七失物及寻可有，十八求雨及时，十九观事景玩局了钱，二十六处可纳，二十一根做好，二十二柱事好，二十三坟墓信喜的玉其穴，二十四讨海财发万金，二十五坐温黄金万贯可喜，二十六鱼苗见春可喜，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必在，二十九远信音信有回，古人孟姜女招亲，董永皇都是仙女送孩儿，董永遇仙，汉董永千乘人，少师母独养父，刘裕孝感，父亡无以葬，乃从人代钱一万，日后无钱骸，当以身作奴，葬毕。其主要董永日取柴一担，汲水四担，锄田六七亩，辛苦难当。一日上山砍柴倦睡，黄天见其孝行，即差仙女下凡未婚。董永醒来见女恐是妖精，女兰曰吾无父母又无依，欲结为夫妇。董永见其凄凉，待女回归，主人则董永拐带妇人祸及其主，后暂留该女，遍访四方家庭并无失妇人，才允成亲。董父百日支的仅五十丈，减一半往事卖出的银，赎脱董永身，后将景进赤峰进宝状元，仙姬曰：“天赐儿子三岁送还。”仙女回天，后妻子十六岁中状元，衣锦还乡。董永遇仙，汉董永千乘人，少师母独养父，刘裕孝感，父亡无以葬，乃从人代钱一万，日后无钱骸，当以身作奴，葬毕。道遇一妇人，求为永妻，永与俱结，前主令之间仅三百匹以长，一跃而毕，此永去。乃曰：“我系天上之女，元君至孝，玉帝令我助君偿债。”言讫，凌空而去。家家家三十二零三二三二千己卯 OXXXXO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龙虎相交前门前，此事必定两相连。黄金忽然变成铁，何用作福问神仙？”解曰：零一凡事退却，零二做事难得成功，零三家事恐遇风波之灾，
零四家运多口舌之灾，零五婚姻不及，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房小产，子媳虚，零八求财失利亏本，零九功名无望，十岁君中和，不遂，十一治病有邪凶险，脱位，少者好，迎辰日不畏，十二出外不可，犯灾难，十三经伤了钱，十四来人迎辰日到，十五行舟无力了功，十六宜居大不好，十七失物难寻，十八求雨不日到，十九官事了钱脱位，二十六处损失，二十一耕作不可，二十二注事必退败，二十三坟墓的器件失，二十四讨海徒劳，二十五坐温失运亏本，二十六鱼苗不可，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迎辰日在，二十九远信阴性迟滞，古人龙处交汇，刘备入东吴进坠，刘玄德及西蜀先主也，为荆州牧时，甘夫人心丧，东吴孙权闻之，诈以媚招赘欲赚其人，吴素讨荆州，孔明料之，乃授赵云锦囊计，保先主入吴，亦弄假成真，娶孙夫人以归焉。家家家三十三零三三三三千几四 OXXOOX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诗曰：欲去长江水阔茫，行舟把定未遭风，户内用心在作福，看看雨水的相逢。解曰：零一凡事不可急进，零二做事二次成功，零三家事门庭缺，后团圆，零四家运门庭兴旺，零五婚姻大吉，零六求而且慢，待后日，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见友，零九功名望后科，十岁君平和，十一治病脱位，破财不畏，十二出外平安，十三经商安分待时，十四来人成未日半月到，十五行舟恐防未日半月风波，十六宜居二次成疾，十七失物用心再寻，十八求雨缓有，十九官事先待后好，二十六处小吉，二十一耕作有收成，二十二注事要把定，待后日，二十三坟墓的运小吉，二十四讨海的财，二十五坐温渐渐的财，二十六鱼苗好，二十七月令不安，二十八寻人未日半月在，二十九远信阴性迟延，古人铜银买纸靴，铜银纸丝混铜之伪银币，靴纸纸带革所造之假鞋，亦即使用币却买了假货，想骗人自己也被骗，有害人终害己之意，故事出处未明，千文心解，欲去长江水阔茫，有大水阻隔欲望，
行舟把定未遭风，欠家运风而未能前进。户内用心在作福，内心须去恶从善，并求神明保佑。看看雨水的相逢，如此才有风把帆吹，雨水遇风帆。本签之解约二十九项多不合此意，因此读者只能以解约仁义做参考。主看签诗神事内容，反复推敲及请教贤明贵人。刘备入东吴回荆州，刘玄德即西蜀先主也，为荆州牧时，甘夫人刘备妻心丧，东吴孙权闻之，诈以妹招赘欲传阮敬其人，吴素讨荆州，孔明料之，乃授赵云锦囊计，保先主入吴，东江招亲，亦弄假成真，娶孙夫人以归焉。有曰：周郎妙计高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家家家三十四零三四三四千几位 OXOXOX 属火立下，移其南方。诗曰：危险高山行过境，莫嫌此路有重重。若见兰桂渐渐发，长蛇反转变成龙。过通。解约零一凡事勤劳徐敬，零二做事先呆渐渐成缘，零三家事门户敬意，零四家运险后见的吉庆，零五婚姻晚成好，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生女，先男后女，零八求财先呆后好，零九功名有望，十岁君未年得宜，十一治病少平安，老不好，十二出外平顺，十三经商后有大财，十四来人成未日半月到，十五行舟渐渐有利可得，十六宜居不可，十七失误七八月寻必在，十八求雨不日到，十九官事难完局，求贵人，二十六处小吉，二十一耕作平平有收，二十二住世宅运渐发，二十三坟墓得其所哉，二十四讨海春平平东有财，二十五作温有利，二十六鱼苗漫即有，二十七月令渐渐出运，二十八寻人远行待十回，二十九远信因信励志。古人曹操同关御马超，家家家三十五零三五三五千几有 XXOXXX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此事何须用心机，前途变怪自然知，看看此去的和合，渐渐脱出见太平。解曰零一凡事灵机应变，零二做事成未日半月成好，半吉脱位了钱，零三家事宽守极好，零四家运风波渐消，零五婚姻难成，成大吉，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生产难，子袭虚，零八求财欲呆人，见狠利，零九功名有活归，难尽。
十岁君未年得宜。十一治病鬼作祟，后脱位。十二出外平政。十三经商难得如意。十四来人成未日半月到。十五行周先师后得。十六宜居南面得宜。十七失物难寻。十八求雨不日到。十九官事命运蹉跎破财。二十六处颠倒。二十一耕作早平晚好。二十二注事犯凶星不可。二十三坟墓运不佳后能发。二十四讨海鬼作祟后为利。二十五作瘟鬼作怪后得利。二十六余苗先失时后得宜。二十七月令不遂其神。二十八寻人九回。二十九远信守呆可治。古人吴汉杀妻为母救主。家家家三十六。零三六三六千吉亥 OXOXO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诗曰福如东海寿如山君尔何须叹苦难命内自然逢大吉其宝分明自平安自平安的平安的自安解曰零一凡事亨通的自安零二做事成者甚好。零三家事光辉门庭。零四家运吉星拱照。零五婚姻美满大吉。零六求而好。零七六甲的天弄章。申男。零八求财黄金万贯。零九功名助神求佛可敬。十岁君平安。十一治病少者不畏老险十二出外不可满载荣归十三经商万商云集十四来人月光即到十五行周大好居中十六宜居兄弟和合者吉十七失物寻载十八求雨及时十九官事了前过后完局。二十六处兴旺。二十一耕作早晚有收。二十二注事福双全。子孙旺。二十三坟墓地势套当。二十四讨海有大财。二十五做瘟神指示的大财。二十六余苗大利。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的志。二十九远信速报佳音。古人薛仁贵救驾。李世民落海滩。家家家三十七。零三七三七千庚子 OXXOXX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运逢得意身显变君尔身中皆有意一向前途无难事决意之中保清吉解曰零一凡事有钱脱位平安零二做事可成有口舌零三家事克正加深零四家运居之平安零五婚姻好零六求而好吉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见友零九功名望后科身险十岁君平安十一治病险不畏其平安十二出外平政十三经商俊发日兴十四来人立即到
十五行周有利可得。十六宜居好疾。十七失物难寻。十八求雨不日到。十九官事破财。结局。二十六处事宜吉昌。二十一耕作平平。有收。二十二注释清吉。二十三坟墓得其所哉。二十四讨海河大利。见得进。二十五作温见得利。二十六鱼苗见好。二十七月令见好。二十八寻人尽心得回。二十九远信加因素质。古人。郑德君看忽绿牡丹开。郑德君系李凤姐。家。家。家。三十八。038-38千根银 XOXXXX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369-12月。诗曰。明显有意在中央。不须祈祷心自安。看看早晚日过后。及时得意在其间。央间。解曰。零一凡事守己安分。零二做事晚成好。早无力。零三家事门庭光辉敬意。零四家运恭顺。零五婚姻成好。零六求而好。零七六甲生男。先女后男。零八求财晚来好。零九功名真可喜。十岁均顺利。十一治病平安痊愈。十二出外必得利。十三经商后有大财。十四来人三日后到。十五行周平平得利。十六宜居可有喜庆。十七失物寻必在。十八求雨上位。十九官事其神完明。了前。二十六处有利可得。二十一耕作有收可以。二十二注事得意平安。二十三坟墓地势可加。速发。二十四讨海下半年有利。二十五作温可喜有利。二十六鱼苗五日内买得利。二十七月令平平。二十八寻人见回。二十九远信即至。古人。刘备三顾孔明茅庐庐。三国时。诸葛亮隐居于隆中之茅屋。刘备求贤。往访三次才得见孔明。欲有保心安。得意迟早。静待时机，不请自来。三顾草庐。汉。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汉末避居南阳。治学清修。养生之道。研究其名门遁法。天文术数。卦算韬略。摩索不精。初步求闻达于诸侯。后徐庶见于刘先生。先主凡三往问计。言为军师。先主即位。拜丞相。授以托孤。后主封为武清侯。卒谥中武。家。家。家。三十九。039-39千根尘 OOXXXX 属金立秋。宜其西方。诗曰。意中若问神仙路。劝尔且退望高楼。宽心且守宽心座。必然遇得贵人福。解曰。
零一凡事见应，零二做事有贵人，好到位。零三家事永获吉庆，零四家运渐渐平安，零五婚姻成好，二次者成好，零六求而不可，有事。零七六甲男女贵气，子洗碗的弄章。零八求财见友，零九功名望后科，十岁君旦安，十一治病少贵人，老托运，十二出外遇贵人，十三经商先平后利，十四来人难在，十五行周先不利，后小利，十六宜居平平，十七失物寻在，十八求与未有，十九官事后有贵人，二十六处不可，二十一根作照旧种，可收成，二十二注事后好，二十三坟墓地势运好，二十四讨海鲜不利后小利，二十五做温鲜失利后有利，二十六鱼苗失在前利在后，二十七月令不遂了财，二十八寻人难在，二十九远信缓缓救治，古人杨文广被困柳州城，宋朝元帅狄青征南蛮，困于蒙云关，杨文广往救南蛮女将段红玉师协助围困杨文广，柳州城是否指蒙云关不明。孔子小儿答，孔子与鲁西社教，御车出游，欲一童子逐鹿，小儿与孔子互相问答，孔子穷辞曰，后生可畏，登车而去。三字经有习仲尼师相陀，相陀即此而也。家家家四十零四零四十千跟五 XOXOO 属兔一年，四方皆宜。诗曰，平生富贵成禄位，君家门户定光辉，此中必定无损失，夫妻百岁喜相随。解曰，零一凡事托位了钱见吉，零二做事难得成功，零三家事大吉敬意，零四家运五事齐昌，零五婚姻美满，零六求而好，零七六甲先男后女，零八求财有大进，零九功名指日高升，十岁君平顺，十一治病少见愈，老不安，十二出外平安，十三经商有成，十四来人月光道，十五行周有利，十六宜居暂缓，十七失物必在，十八求雨下寻道，十九官事了钱可安，二十六处可喜有利，二十一耕作平平，下半年好，二十二注事寿命长，富贵至，二十三坟墓绵绵其美，二十四讨海后必大利，二十五坐温有大利，二十六鱼苗大利，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寻人的回，二十九远信将近救治，古人三元会阁其亮夫妻相会，三元会阁其蔡坤买书，家
加加四十一零四一四一千根生 OOXOOO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诗曰今行到此时难推歌歌唱饮自徘徊鸡犬相闻消息尽婚姻宿世结成双此首解曰零一凡事何者吉零二做事难成零三家事克正加深零四家运见的平安零五婚姻偕老零六求而不可零七六甲的天弄章生难零八求财难有虚日即成零九功名无十岁君平和十一治病脱位虚日不位十二出外东北方好十三经商持有利十四来人虚日到十五行周无才可得十六宜居不可十七失误东北方有虚寻在十八求与有十九官事甚局二十六处不好二十一耕作平平有利二十二注事九月以后好二十三坟墓平平二十四讨海无力时呆二十五坐温为利平平二十六鱼苗不好二十七月令不遂二十八旬人慢至二十九远信有虚日至古人王小姐为色事道或审音乐眼鸡托木鸡三伯探音台加加加四十二零四二四二千根虚 OXOOX 属金立秋宜其西方诗曰宜种江水宜种山谁知此去路又难任他改求终不过是非终久未得安解曰零一凡事了钱过运零二做事难成零三家事门庭难和零四家运不安零五婚姻无望零六求而不雅零七六甲零产险先后男生女零八求财无有益零九功名不就十岁君浮沉十一治病病险未日半月不畏十二出外不可十三经商难有成就十四来人未日半月到不到无十五行周防险十六宜居五年位抽此吉十七失误难寻十八求与有小无大十九官事不好脱位二十六处不佳二十一耕作无收成二十二注事不及二十三坟墓的运不佳迁移二十四讨海无利可得二十五坐温犯风水了钱二十六鱼苗蚀本二十七月令多逢口舌二十八旬人难在二十九远信燕咬鱼城古人江女送寒衣哭到万里长城孟姜女秦始皇十人夫犯起郎派坐长城酒意不归江女寻夫犯起郎已死尸骨不存江女大哭长城崩塌露出夫骨家家家四十三
043433千辛丑 XOXOOX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一年做事急如飞，君耳宽心莫迟疑，贵人还在千里外，因信月中渐渐知。解曰：01凡事后时过月半，贵人成。02做事月半好。03家事喜遇贵人。04家运光辉门庭。05婚姻平平。06求而平正，且后宽缓。07六甲仙女后男，仙男后女。08求财位遇时，月半合。09功名不就，得意允尽。10岁君起道。11治病月半过，有贵人。12出外不利。13经商先无后有。14来人月光道。15行周小有利益。16宜居不可。17失物月光在。18求与小许。19官事不畏。26处缓日极好。21耕作小有收获。22住事好。23坟墓可得吉的吉穴。24讨海月半过大境。25坐温后有大利。26余苗月半过有利。27月令了钱。28寻人月半过有人报。29远信中寻可至。古人偶财母井边相会，三省报喜。苏秦回家贾布地。家家家。44044444千辛卯 OXXXXX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诗曰：客道前途多得利，君耳何故两相宜。虽是中间逢进退，月出光辉的运时，逢房。解曰：01凡事月光好，02做事运至事成，03家事志气远大，04家运左右平安，05婚姻中和，06求而不可，07六甲仙女后男，弄瓦之庆，08求财淡淡，见利益，亨可喜，09功名必能得尽。10岁君起道。11治病月光安，运光彩。12出外一路顺风。13经商大吉利事。14来人月半道。15行周大吉有利。16宜居大吉。17失物月光在，银尘在。18求与未有。19官事了钱，月光完局。26处可纳。21耕作平平，有利可得。22住事可居安乐。23坟墓的气见发财。24讨海可能的利。25坐温有获大利。26余苗有利可得。27月令呆时可安。28寻人月光在。29远信速报好音。古人红一春流散爱正三。家家家。45044545千辛巳 OXOXXX 属金立秋，宜其西方。诗曰：花开今已结成果，富贵荣华终到老。
君子小人相会合，万事轻疾莫烦恼。解曰：临一凡事以礼待人，临二做事月光好，难成；临三家事瓜蝶绵绵，临四家运福止和亨，临五婚姻中和，和姻缘，百年老；临六求而好，临七六甲先男后女，先女后男；临八求财可得万贯，临九功名晚成大器，十岁君平和，十一治病老厄运，少不畏；十二出外平正不利；十三经商就业俊发后呆；十四来人未日半月到；十五行周先无后有才；十六宜居平平；十七失物归托过未日半月在；十八求与未有；十九官事难完局托位；二十六处兴旺；二十一耕作允顺；二十二住世居之吉安；二十三坟墓代代簪缨；二十四讨海鲜无后有；二十五坐温厚可得利；二十六余苗有利可求；二十七月令平安；二十八寻人慢回；二十九远信慢慢即至。古人孔夫子过番逢小儿，薛仁贵故白虎关父子不相逢。家家家四十六零四六四六千辛未 OXXOXO 属土历年，四方皆宜。诗曰：功名得意与君显，前途富贵喜安然。若遇一轮明月照，十五团圆光满天，一光未照。解曰：临一凡事大吉利，临二做事成好，临三家事福祉其昌，临四家运安居乐业，临五婚姻偕老，临六求而好，临七六甲先男后女，临八求财平平，临九功名有，十岁君吉，十一治病老托位少利欲，十二出外有贵人好，十三经商利是三倍，十四来人月半有，十五行周可喜吉利，十六宜居好，十七失物月光有，十八求与月半到，十九官事破财完局，二十六处平平，二十一耕作平正，二十二住世得其所居，二十三坟墓得其吉地，二十四讨海月半过见得利，二十五坐温可得财利，二十六余苗利禄亨通，二十七月令见平安，二十八寻人月光在，二十九远信月半就至。古人江中立亲赐状元，江中立欲永禄君。家家家四十七零四七四七千辛酉 OOXOXO 属木立春宜其东方。诗曰：君尔何须问甚机，自己心中皆有意，于今且看月中旬，凶事托出化成吉。心生解曰：
01凡事先凶后好。02做事二次即成。03家事门驴得宜。04家运门庭小吉。05婚姻正好。06求儿好。07六甲年头生女年尾生男。月头女月尾男先男后女。08求财亲。09功名有。后科得进。10岁君旦安。11治病逢未月平安。12月不吉。12出外先凶后吉。13经商立事。14来人月光道。15行周春夏好。秋冬平。16宜居正好。17失物寻友。未日斜线半月在。18求雨未久。19官事先凶后吉。未日斜线半月完局。26处平安。21耕作中中。22住室有何不畏。23坟墓地势套当。24讨海春夏大吉。25坐温的利。26鱼苗先凶后吉。27月令不遂。28寻人慢回。29远信近日就至。古人刘永做观音妻儿。李三娘井边会。家家家。4804848千辛亥 XXX 属金立秋。宜其西方。诗曰：杨氏做事为何同。云遮月色正朦胧。心重意欲前途去。只恐命内运未通。命通前途未运通。解曰：01凡事被人害。何者吉。02做事难成。未日抽成。03家事不和。04家运有邪气。不安。05婚姻不好。06求而不可。07六甲生男。子媳虚。晚来的。08求财亲。无力。09功名无。10岁君浮沉。11治病鬼作祟。未日半月好。寅辰卯不畏。12出外不可向前。13经商无财。14来人未日半月到。15行周了魔力。16宜居不好。17失物寻无望。18求雨报道。19官事未可。26处不可养。21耕作不及。只半收。22注事不可决定。23坟墓的气不佳。24讨海有鬼作祟。25坐温难得利。26鱼苗多端失利。27月令失案难通。28寻人难治。29远信因袭盲咬。古人蜻蜓误入蜘蛛网。误入陷阱。有翅难飞。挣扎或求神者。有一线生机。